很漂亮啊，这很漂亮。那这边呢，就是传说中的九份老街整个街景了、啊。我把它放大一点，各位观众看一下哦。Hello， 欢迎回到饭店休息。那今天我们很临时的，我们三个呢，因为老婆跟小孩都已经打发好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想说就去九份看一下有哪些好玩的。现在是晚上是九点左右，据说九份晚上是最好玩，那我们就来带你去看怎样的好玩吧。可能也没东西，也没东西就算了。对，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走了。看到熟悉的 Dora， 对不对？我要坐哪里？坐我旁边啊，快点！哦、Dora， 不过那画面更有可看性，所以我们找 Dora。如果九份没有什么好开的话，你就要去让对方介绍一些好吃的给我们，好不好？对方有什么？你要想办法啊。OK。好。那我们要怎么走？那我们先走。哎、欸，九份老街到了耶！我操！九份老街，不过好像。哎、欸、灯，可是没有灯笼，灯笼，灯笼有开吗？没有开，没有灯笼哦。对，哎、欸，没有灯笼哎，我们刚刚怎么去看夜景吗？来看夜景。我停车了，我们到了九份了，开始帅气倒车了，帅气倒车，可是，那超黑的，按遥控，有够黑。现在晚上是几点啊？十点半。我们在九份这边完全没车没人，对，完全没车没人啊！那我们可以跳跃，哦耶哦耶，没车没人，面包到马路中间跳。首先上去基隆山的话，主要是可以俯瞰整个九份的夜景，很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很重要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先上去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啊，走。基隆山很黑啊，所以如果你这个时间来的话，你就带一个手电筒好了。哎呀，那是因为我们人多，你平常一个人不要来，因为他说这边蛮阴的。你说的。不是，你要现在讲。走。你有在录啊？录到狼狈的样子。就很黑吧？欢迎回到 Fly B 去旅行。我带你们来基隆山，现在目前时间是11点。不过画面片黑，片师啊片师，把它调亮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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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20分。现在到了一个平台，在这里只有手机可以拍得出来。那这一个平台呢，就可以看到整个，哇，九份的夜景很漂亮啊，真的很漂亮。那这边呢，就是传说中的九份老街整个街景了、啊。我把它放大一点，各位观众看一下、啊，就像这个样子，很漂亮。所以等于说，你只需要爬一个大概10分钟的半山腰，马上就可以到了，不会太远。如果你想把妹的话，来这里是还蛮不错的。只是我没有想到 ，iPhone 录影可以录得出来，我的另外一台相机居然录不出来，出乎我意料之外就是了。哦，灵异的光，怪怪的。大家可能忘记 Dora 长什么样子，帮你回顾一下，无聊间。哎，你刚刚是认真的吗？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急哦，不急。难怪你刚刚讲说来五油街要不要保险？回去带一下影片在那里。来，等会快速介绍一下，你觉得对于对方九份这边的心得感想？你住了27年。我真的，等一下，卡。可以啊。我觉得九份这晚上蛮美的、啊，因为它的灯光跟一般的路灯不一样。就有那种幻散感，幻散感，它就是它这个是黄光，黄光，哇，哎、欸，灯光师打得很好哦。可是我，
你身为当地人，你会这个时间上来九份吗？不会啊，这个时间早就洗洗睡啦，躺着滑手机。所以你就陪着我们这几个神经病这样上来哦，对啊，对啊，陪着一个神经病，三个陪着一个神经病，义气，很有义气耶。十一点半的九份，连灯笼都不开了耶。哎，不过这里拍起来就是有古色古香的感觉。走，哎，怎么还有开耶？天哪！你要，所以等于说我们不用吃麦当劳的意思吗？对啊。我们开到几点？他说的。还可以。看起来是可以。你看你要吃什么，我跟你讲价钱。因为牌子我都收掉了。豆干。豆干。你要50还是30？50。好。你们都吃辣吗？小辣就可以了。小辣，他不敢吃辣。小辣。我记得这有个楼梯，对不对？哇，梯子全关了。学校。阿刚与玉文就在前面而已，已经关了。再往前走。看个雕啊！谁说这边有东西可以看？我看到船了。船，看到船。哎，其实我路过去都乌漆嘛黑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有手机啊？这是豆花带的，豆花带的。大家都白天，就是夜晚的。没有，我们该说晚上的时候有不同的风景可以看啊。目前这边只剩一间鸟蛋的摊子还有开着，所以饿的话还是可以吃一下。晚上十一点是鸟蛋摊。还有卤味。哎，好有趣哦！我现在两个角度，哎，那豆花一个角度，我这边一个角度。好，来开始互拍。互拍一下这种感觉。这里是啊，木，这是芥末咬丝。哇，11:30吃个宵夜了，感觉真不错，回家很好睡觉了。相机太重了，我也要拿小手机自拍。你看去，你看跑去哪里？对啊，它像是味当真。味当真。11:30。我味。味虚味的味，味当真，假当真的意思。现在11:30，陪我们三个大男人在这里鬼混，还有两个在吃鸟蛋。哎呀，汪，幸福。刚刚买的卤味还蛮好吃的，如何好不好？爽啊，那样的卤味，超好吃，但是因为这时间点没得选。没有啊，这件我以前就吃过了，真的。分量还可以哦。豆干，哎，这个口味太重了，不适合你哦。喵喵。好了，即将回程了，现在已经12:00，我们在九份这边，莫名其妙吃了100元的鸟蛋，3串100，我们总共吃了9串了。好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你怎么黑超黑的？手上有灯光了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那就下次见，拜拜。